超过1000公里的云团都随着台风慢慢靠近。虽然台大追风计划的数据在靠近台风中心观测到只有10级风速，不符合中台平均12级阵风的威力，说它是个虚胖台风。不过气象专家警告，千万别低估。下面一位，预备，吼，哈哈哈琪琪，过来帮忙摆碗筷咯。姐姐去请爸爸吃饭。爸爸吃饭了。你喝喝看这汤，这有什么特别的吗？我在里面加玻璃菜，有像妈煮的味道吗？跟妈煮的还差得远。对了，下礼拜等台风走了，我们去宜兰明池度假，怎么样？为什么要去明池？听说蛮漂亮的啊，而且你有军公教身份，记得带教师证，可以打5折。看看天气吧，今天台风天，外面又刮风下雨的，哪都去不了。没关系，我们可以看百万小雪滩。对哦，今天已经礼拜五了耶，琪琪已经等一个礼拜哦。交了。下礼拜啊，台风早就回家喽。我们上次去关岛玩很好玩。嗯，有什么好玩的？怎么？
带你们出去玩，还不高兴啊？上次关岛自由行，潜水、坐船、赏金豚、打靶，你都不玩，说是怕花钱，就天天都在沙滩上散步。沙滩散步有什么不好的？对呀，沙滩风景很漂亮，而且可以玩水跟玩沙呢。真受不了你了。吃饱啊。哎，阿丹，你觉得今天这饭菜哪一道比较好吃？皮蛋豆腐啊。哎，那个烤鸡腿，明天要帮忙你当便当。没关系啊，便当菜妈都会帮我准备。好吃吗？小林老师对梁小俊今天的表现，这拿去客厅。爸，吃水果了。8点了哎，节目已经开始了。付钱。好。哇哦。答题。这边有笔跟纸。将长方形游泳池的水龙头打开15分钟后，游泳池水深达3/4公尺。若再持续打开水龙头3分钟，水深会达几公尺？哎、欸，你过来。什么事啊？你过来。怎么啦？这怎么回事？什么怎么回事？我问你，你上一次厕所用几张卫生纸？有时候一张，有时候很多张啊。很多张啊？不然你都用几张？一张。不管什么情况之下，你都只用一张？对。
怎么擦得干净啊？一次，两次，三次，四次，最后一次。你知道卫生纸是要花钱买的吗？阿达，我跟你一样在上班，赚钱养家，家里的一切开支，我也是要负担的啊。我跟你妈不一样哎，她是家庭主妇。没事讲我妈干嘛？啊？你讲到妈干嘛啦？我告诉你啊，你今天在这个家可以过这样的日子，都是因为我。现在是怎样？啊？爸爸不过去上个厕所，跟妈妈说了个话，你就把电视偷走了。你不要这样，从早到晚你已经看了一整天的电视了，你知道这是他爱看的节目啊。母女两个都造反了。你要去哪边？回来哦。锁什么锁？不要这样子，你会吓到孩子的。你锁门啊！啊，锁门啊你啊！你不要这样。琪琪，你出来。你开门，不然的话，爸爸就揍你啊！你敢打女人，你给我试试看。你打？如果你敢打，我们关系就到此为止。这就叫规矩。
不要像以前一样带我们去外公家？今天台风天，我们哪里都去不了，我只能待在这里了。暴涨的泰马里溪不断向河岸侵蚀掏空，这里原本离岸100公尺远的台东金晒饭店，再也经不起冲刷，在众人面前倒下。谁也抵挡不了风灾席卷的破坏力，台东嘉兰村更有民宅就这样整栋被冲走，让屋主一瞬间一无所有。